做会购的晚安观众朋友们，午安，我是敖国珠，欢迎您在星期五时候收看我们在星期五推出的公共工程大检验的特别企划，持续进行的是核四尘废的大辩论。那么今天是节目的第20集，我们今天要来辩论的题目是电业自由化。为了核四到底要不要继续新建下去，马政府现在决定用公投来解决这个吵了几十年的经济政治问题。其实它不只是经济，更带有很多的政治利益在这。好，但是现在呢，经营部要来检讨台湾电业问题，是不是反而是个重要的好时机呢？台湾的电力现在全部由台电公司来供应，它是个国营事业，全国的电力需求它是责无旁贷的。只是呢，这个独一无二的事业在民国95年之前可是年年赚大钱，但为什么95年之后开始转盈为亏，独占生意还做不好？那么核四工程又搞得全民没信心，台电到底怎么了哟？实在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所以摆烂吗？好，如果我们的电业决定要来自由化，对一般的老百姓跟各大企业来讲，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更便宜又服务更好的一个电业的一个能力呢？那么台湾电业到底该不该自由化？今天现场请到两组来宾，请他们来做一场精彩的辩论哦。那每次我们都会根据我们在正式录影之前抽签的一个发言顺序。好，我们今天发言顺序抽到先发言的是反方哦，也就是反对台湾的电业自由化的这一方。今天现场两位来宾，赶快先为大家来介绍。首先第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呢，台经院五所的副所长陈时豪，陈副所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第二位我们来介绍是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的执行长张丰毅，张执行长。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么今天我们抽到后发言的是正方，赞成台湾电业要立刻自由化。第一位我们介绍是中经院二所的研究员王金明，王研究员。大家好，各位来宾 好。我们第二位来介绍是台大资工系的教授高成炎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到说，那么关于台湾的电业自由化到底是现在才在讨论，还是已经讨论了好多年？这边为大家来做了整理是呢，电业自由化这几个字喊了有18年之久了，但为什么18年来它迟迟没有办法完成修法，跨出立法院？问题在哪里呢？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请大家先来就这个议题来做讨论了。我们先背景的部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台湾的电业自由化苦守寒窑18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电业自由化什么时候开始推动的呢？1995年呢，开始推动电业自由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开始出现了有这个供电不足的一个问题，于是电业自由化是不是能补这个缺陷呢？好，这个台湾的电业是来自于电业法哦，法源是1965年就已经制定的。那么在1965年公布了电业法之后呢，哇，经过有6次的修正，但是这6次修正关于所谓的电业自由化这个部分呢，一直都没有提，所以现在还躺在立法院里头。那么最新一次修正是去年2012年的8月份了。2012年8月份再度进行电业法的修正里头，内容跟自由化完全没有关系。去年修的主要是关于说啊，你这个台电的供电啊，对于自来水呀、铁公路啊，还有这些民间的需求，特别是弱势团体的族群呢，要怎么样做保障，要给予什么样一个优惠的一个电价。所以呢，大家期待的电业自由化到现在还是停在那里哦。好，那么到底呢，这个现在有哪些阻碍以至于电业自由化是无法持续的来进行修法呢？首先来看到观众朋友可能会问，我们不是有民营电厂了吗？不算电业自由化吗？台湾的民营电厂有9家，但是只负责发电，电发完之后全部卖给台电。这几年大家发现，哇，这个1025年这个长约，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叫价码的一个长约，导致台电现在亏这么大，越亏越多，又要拿我们来涨价来做这个补贴，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呢，民营电厂呢现在呢发挥的功用是什么？只有发电，所以它只是一个卫星电厂的角色，对于现阶段台电的一个发电需求以及整个台湾电业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因为它不能够，它没有输电以及配电的一个设备。只发电，然后台电一定要买单，引发更多其他的弊端了。好，第二个来看看是台电独占嘛，是不是垄断了市场呢？是的，它持续的在垄断市场，但为什么看来蓝绿阵营对于台电的持续垄断还真的是觉得应该持续下去？在这里就是因为什么呢？政治酬庸吗？不只是台电的官哦，我们看到连民营电厂里头这么多的大官、董事长、总经理，为什么也在政治酬庸？台湾的所有的电力人才都在台电，
所以民营电厂出来之后，他们的官呐、是谁来领导呢？台电的退休人员。所以现在呢，整一个电厂，不管是台电还是民营电厂，都沦为政治筹佣的舞台了。所以台湾的电业发展真的要自由化很难吗？那我们刚才抽签，今天发言顺序是反对自由化的这个反方哦。首先请教陈淑耀教授，那么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么多问题在这，我们看到似乎专业被政治给盖了过去了。所以台湾电业自由化，大家讨论其实都不是专业，而是政治利益挂帅。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哦。不过我这边可能要先澄清一下，基本上我们不是反对电业自由化，我们是反对的是一个没有具体想法而急就章的电业自由化。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电力市场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就像主持人讲的，它其实就是由台电公司基本上垄断的，大家可以这块哈，垄断了整个电厂，它是个重要电业。那我们很多的民营电厂其实它是卖电给台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假设没有把这个部分解决，有时候台电公司它本身的这个重要电业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这时候去做所谓的电业自由化，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它的重点就是说，你几乎所有的客户，几乎所有的电源都在台电的手里，那你基本上从现在的做法是要成立一个类似电力调度中心的一个把它独立一个电力调度来调度电力，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也是在想哈，就是说电力自由化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目前的台湾的电力市场有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是让大家没办法接受的？其实我们的电价也许这几年台电是亏的，但是你把亏损的部分把它弥平合理化之后，其实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我们电价还是比较便宜的。第二个，台湾的电力系统的供应的稳定度跟国际上比起来也老讲也还相当的不错，所以到底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去为了解决，然后透过电力自由化来解决呢？我觉得最大问题大家要解决不过就是大家对台电觉得它整个运作整个系统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可是呢我们不能够为了解决一个公司本身 operation 的一些问题，那要透过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哈、去，好像这个实验就可以来解决台电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跟大家看到，为什么我们当年必须要开放那么多的 IPP？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1990年代，我们的电力的备用容量率太低。你看哈、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这几年中有40几次的停电跟限电的措施，导致我们产业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结果呢怎么样呢？急就章啊，就赶快开放 IPP 啊，签了很好的合约。为什么？因为你台电公司没有议价能力嘛，你必须要让电厂赶快上来嘛，所以他的要求你都必须不能没，也许没有全部接受，但是你就大部分就接受，因为急呀、一急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事情就会造成很多的后果，是过了几年我们才会发现，哇塞，当时这个问题产生了。那这几年好不容易那个跟台电跟 IPP 的这个所谓的购售电合约，就是所谓的 PPA 啊，已经有一些讨论，那他们愿意降一些价格，可是你这个合约它还是要存续啊，所以我们很担心的是说，你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许不简单，也是复杂问题，可是你用一个创造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来解决它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所以我们觉得电力自由化这件事要好好的讨论，而不是说哦，我看台电不爽，就我用电力自由化来解决它，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好，所以这个陈副所长这边应该提到说呢，其实电力自由化应该是个姿势体大的事，它应该不能用民粹来做操作。所以在这一阵子我们听到，因为反核四很多对于整个台湾电业的检讨当中，自由化声音也再度被提出来。我们刚才说到18年来躺在立法院里头，这个电业法没有办法修，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蓝绿双方都在提案要修？有哦，但是为什么都修不成哦？我们今天提到说，到底是不是政治利益的一个挂帅在这？于是呢，常常一直让自由化这三个字就这么 pass 过去，根本不予讨论了。刚才呢，陈副所长也点到呢，这个 IPP 是在1994年，就是因为在1990年代出现很多的跳电限电的状况。1994年呢，终于跨出所谓自由化的第一小步，成立了设置了这么一个开放这个发电业的作业要点。于是呢，赶紧让民间来设电厂，但重点是电厂设了之后，电通通卖给台电。台电这一买，没想到是这么贵的一个买法。现在亏损之后，大家才讨论说，哇，当初签的这个25年的合约，是不是真是
是笨的可以哦。好，那么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民意电厂重新预约之外，整体的台电问题是不是在这边转盈为亏之后，反而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核四让大家实在没有这个一个信心，它的一个新建以及经营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王研究员，长期的研究电力自由化，您在相当多的论文的发表上面有点到在国外的一个这个很多的经验里头，但现在这个陈副所长这边有讲到，如果自由化只能用喊的。好，喊起来大家应该都接受，但实际上是不是反而用一个更复杂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眼前看到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自由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市场的机制，供给跟需求来解决很复杂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一个很简单的市场政府不愿意采用？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市场是两只看不见的手，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它来决定价格。那它一旦它来决定价格以后，政府就不用决定价格了，就没有什么调价公司、浮动油价、浮动电价以及补贴一大堆补贴，还有民营电厂的合约，这些东西都是由市场来决定。那你今天市场取代了政治利益以后，这些政治的酬庸、政治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呢，他们的利益就受损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自由化。从李登辉开始到陈水扁到马英九都是一样，因为国营事业国营事业是执政党很大的一个利基所在，不管选举也好、资金也好、运用也好，他为什么要把这一块肉放出去？因为他可以有很多上的政治酬庸，从董事到总经理，所有的人都可以放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还有很多合约，他的周边的电厂，刚刚谈到了民营电厂的合约，这些合约都是我们国家所谓的党国的重要的那个商贾利益集团人士。那你今天他签了一个约25年，你能让他签的刚刚好只赚一点点吗？不行，你一定要让他赚了很多油水，而且一签签25年，这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化的那个任何的发电业，他要能够赚，他必须有竞争力，他的电便宜卖得掉，能够在市场上跟别的人的电来竞争，他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是，可是我们国家民营电厂是完全不用承担风险，风险全部转嫁给台电，转嫁给消费者。这个东西用市场来解决当然可以，在中国大陆都解决了，中国大陆所有的电厂都要竞价上网，你要跟别人竞争，你赢了你才能够上网调度啊。我们台湾是不用，我签了一个约就25年，你台电非给我调不可，你不给我调，你还是不拿预付款，你还是要赔钱。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那刚刚谈到说1994年我们缺电只是那个时候啊。那你签约有必要签那个时候的优惠条件一签签25年吗？而且在25年中间还不断的更改条款，让它更优惠，对不对？那台电让它简单，他说不行。就包括利率，包括那个电价，它都要随着市场的行情往上调。就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它绝对不能亏本，它要占得独大的利益。这就是民营电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好的利基，就是因为电业没有市场自由化，全部都是政策决定、政治力决定。那自由化的市场是舍弃尔夫人，他在1989年他有这个 idea， 因为他们当初的国营事业跟那个台湾的那个台电中油一样，是一个垄断独占的国家 state owned 国家拥有的，可是生产效率就很糟，然后熔源也很多，所以他们就推了。那推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为什么成功，必须是执政者上面最高阶层，他是改革者，像邓小平、像舍弃尔夫人一样，他有那个 guts， 他有那个心力来改革，下面的那些政府官员才会所谓的风行草野，他能够 follow 这些 leader， 说我来帮你定这些政策怎么样去执行。你今天上面无心改革，下面当然是优柔寡断或者说拖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那个1991年我回国以后，电业法在立法院进进出出很多次，一读二读就是永远到不了三读，然后都回来，就永远不会通过。他就是等到民间的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我们再送一个版本到立法院过一过，他又不推，因为没有立法委员会支持。因为立法委员也是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有所谓的那些款项可以拿到地方的回馈，而且选举的时候有很多钱可以向台电跟中油来赞助，是。所以这些东西所有的人呐，在这个里面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你要这个改革很困难，除非就是改革从上到下让别无他法。我这20几年来看到台湾要电业自由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最上层。好，来最上层。对，最上层他有这个心要改革的话就不是问题，就像舍弃尔夫人一样，你最上层你不改革，下面不可能改革，不可能会动。好，这个变成领导者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啊？特别点到柴契尔夫人，英国前首相，那么才刚刚过世，当年非常大的一个丰功伟业其实就是国营事业的民营化。
化啊，但是对于台湾的国营事业其实陆续也在民营化，但现在看到就是台电在这里是纹风不动，只出现这么一个 IPP， 但是整个约签下来让大家觉得这是叫割地赔款的一个烂约。好，到现在为什么呢？啊，这烂约签下去之后，其实所损结是谁？所有纳税义务人的血汗钱了。好啊，所以电业非得自由化，但是张执行长不赞成电业自由化吗？你觉得不自由化的话呢？我们的电业还可以发展更好吗？我觉得电业自由化，这自由化这三个字，我觉得太混淆，太不精准了。因为刚才大家很多人提到，其实一般民众是对于台电它的一个垄断的地位，或者造成的不效率来反对。那事实上，这个事情难道一定要透过自由化来解决吗？那事实上，所以自由化里面有可能啊，比如说有包括是不是有包括民营化的意涵，是不是有包括这个发电的多元化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所谓的自由化到底在这个电业里面的发输配的各个层级之间自由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东西有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可以来思考。那刚刚其实我也非常反对目前其实呢这个民营电厂它的价格事实上是政治决定的，它根本不是所谓的市场决定，它没有某一种的政治某一种的市场机制，某一种竞争机制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才会造成现在台电一年要去收购1000多亿，哦，很多人认为是超额的利益。而既然是超额利益，所以台电他自己干脆也下去玩，哦，他也是用子公司、孙公司的时候名义，用这个名义去投资民间电厂，然后来收购超额的收购他自己的电，哦，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价格决定确实是必要要检讨，但是呢，我反过来说，要让大家知道，就电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用这个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来决定？是，我觉得是有待商榷，因为我一直觉得电业这个东西有非常浓厚的这个社会福利或者说公共事业的这个性质。哦，现在这一个我们的电。已经成为民生的必须，是，哦，所以如何维持电的稳定的供给，是，哦，甚至还有偏远地区的供电的问题，yeah， 那么远的地方谁要拉这个电线杆过去呢？好，哦，这些东西，哦，在很多国家认为说电力是一个公用的事业，它应该国家要扛起的责任 是人民的福利。好，另外呢，电业有一个规模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效果，哦，它需要投资非常的庞大，哦，那所以说呢，还有就是说。电我觉得有个最大的特性，它是没有办法去储存的，这个东西是，所以呢，它因为没有办法储存，它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商品一样，所以怎么样让马上发出来的电可以马上的给所有的消费者用掉了，那中间呢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统合机制来做这样的调度的处理，是，那这个东西不见得是透过所谓的市场这交易可以来解决的。好，那我觉得这电的稳定，其实我觉得电的价格是其次，其实在台湾一般民众其实对于电的稳定，我觉得才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这边张执行长特别有点到了，好，那就是关于弱势族群还有偏远地区，如果在电业自由化的过程当中，这个部分能得到一定的一个保证吗？如果它是个重大的一个民生需品，这个必需品，而且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话，它该用自由化的概念来做处理吗？我不知道高老师您觉得怎么样？我想啊，刚刚张执行长讲话里面其实只对了一半了，他说电力有垄断的这个天线哦，基本上输电的部分是这样哦，要拉到远的地方来，要怎样要怎样，但是前端的发电跟后端的这个配电用电，这个可以自由化啊。举个例子。在我们这个缓和过程里面，目前也出现一个叫做风绿电联盟。风绿电的意思是怎样？我要用绿电，是，那我要用绿电，所以我可以选择用绿电。那么发电的部分，假设啦齁，有风力发电啊，假设啊，我一直在提的就是说用这个地热啊，那我价格怎样是另外一回事嘛齁。风绿电联盟说我一度电我愿意多付10%。这个可能啊，像我就愿意这样啊。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因为就是说输电没有有这个垄断的性质，而把这两个重要的因素不考虑进去吗？我认为今天这个缓和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至少啦，我个人我非常赞成这个电业自由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要自由化以后就是说。前端后端，那缓和可以很容易成功。所以老师，你讲的不是全面性的自由化？不，我想
赞成自由化的人也很少人会说中间的配电哦都不要国家来进来。我想很少人这样主张啦，大部分人的主张都还是前端跟后端中间这个天然的性质啊，就是说可以国家，但是是不是一间也不一定，我可以分成三间五间啊。那这个所谓的综合电力是不是应该要这样？不见得嘛。好哦，就是刚刚老师，我们两位是帮专家点到这个发电呢，基本上有四大区块啊。你要发电之后，你要能够这个输电，把电输出去，还要配电。输电的过程当中呢，好几个电厂发电这个变电所怎么样让电源做调配啊？这在配电这边很重要。最后一关叫做售电，所以到底是哪个关卡全部都民营化才叫民营化啊？全部都自由化才叫自由化，还是其中哪几个关卡来自由化就好？有些是可以共用，或是某几家公司一起来经营呢？这是世界间呢各个国家的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当中，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模式，我们待会也会带大家来介绍。但是自由化到底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说，好，这个自由化的部分，我们看到呢这边简单为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整理，我们整理的来自于世界各地国家的相关的一个论文里头展现出来的相关的一个内容哦。到底自由化的利在哪里？有人说呢市场竞争嘛，民营电厂给自由供电啊，自己建立输配电路线了、啊。其实，在台湾来讲，台电做了很好，现在民营电厂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输配电的一个供应呢？那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未来不是不可能哦。但这次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结果会让电价渴望来下降。再来，那么在这个绩效经营的部分呢，提升电厂的效率，现在是台电最被人为人诟病，就是在这。所以呢，台电是不是借此来民营化呢？问题可以小一点呢？还有一个好处说呢，可以就近来售电，大家不用完全靠台电了哈，大老远输电到你这个地方，增加这个成本呢，降低这个路线的一个损失，这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可堪来看到的？调度可以更加的一个弹性呢。说台电盖电厂啊，其实不太容易，现在靠民营电厂了。民营电厂的新设速度很快，所以当年的1994年的民营电厂。厂生色，1994年要点出来，1996年第一家电厂就上来了，好快好快，真的是效率很高，所以呢成本可以降低。那经济效益的部分呢，说那增加了投资，当然增加了就业机会，这就可以活络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电业自由化的利在这里。弊的部分呢，哇，市场会不会因此专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钱呐、啊，电价是很重要一个关卡，所以呢未来是削价竞争吗？会变相的垄断吗？会不会因此而导致价格的哄抬或稳定度降低？这个必须来关注。那无法储存呢，刚刚有点到电是无法储存的。发出去就得用，要不然就扔掉。好，无法储存的话呢，这个生意会不会变成是赔钱生意，没人做呢？最后呢，是台电又要强迫来收购这些电吗？再来看到是利益的大饼哦。IPP 给大家的经验是，哇，签了25年的好康约，价格利率持续的往上来调整，稳赚不赔，所以这个部分在台湾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再来看到呢，这是讨好财团企业吗？在台湾至少 IPP 现在看到模式就是如此哦。这个购电暴利遭到剥削，这个部分未来呢，我们台湾要自由化，这里是不是要注意它？好，万一经营不善怎么办？最后突然经营不善就导电了，一导电电发不出来，谁来善后呢？这也是现在电业自由化必须讨论的几个大问题。好，我们休息片刻，我们在广告回来就继续来讨论说，那电业自由化呢，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在这边列出来之后，其实在台湾还有哪些问题还要亟待赶快来做解决，才可能往自由化的方向来前进？我们待会回来。